日前，杨幂、刘诗诗、Angelababy 和倪妮四个85后的小花终于在活动上聚首了。四小花旦罕见同框，让粉丝们激动不已。他们不仅在镜头前亲密合影，台下也是动不动就手拉手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当天天气超冷，倪妮贴心给大家发糖补充能量，还借外套给娜扎穿。穿着裹胸礼服的大幂幂自曝，为了保暖还在长裙里穿了秋裤。聊起前几天被造谣和唐嫣不和的事儿，她说自己本来没有关注，刷微博时突然发现一起上了热搜，不过相信公司会处理好，而且大家都这么多年了，不至于会被传言轻易影响到关系。她还说她和其他三位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之间不存在比较，大家共同努力，百花齐放，挺好的。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多年了，然后我觉得网上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，就是能这么轻易被影响的话，就是也不至于吧。明白，对对对，就是不会在意那些流言蜚语了。对对对，就别在意，大过年的开开心心的。